半挂来了，哎呀，小白车，完了，正好拐弯的地方被卡了一下，这半坡起步能上不？可是打滑了，哇，前面右边还停了两辆车呀，打了个喇叭给上面半挂的，上面还下来一辆半挂呀。这咋办？上面也是个半挂，这个挂要往上走，上面一个绿的半挂要往下走。这个车动力还可以哦，这个角度硬拉上去的。这个车动力和司机的技术很到位啊，里边停了车了，然后它还是硬拉上去了，可以的。这现在怎么办？这前面道路好像拐弯的时候不好错车呀，上面的半挂副驾驶下来指挥了，这谁先下呀？应该是下面的先走啊，下面的不走的话，这个红色的半挂是拐那个内弯是拐不过去的。这小白车你干嘛？你还往前挤是吧？你看不到前面半挂吗？你还要不再往前开？你停了，啊？你还冲上去了？这前面根本就没有空间，你的车根本就过不去呀、啊！还要往前挤呢？哦，好，现在往回倒了。哎，你也是个，你直接开到人家屋里去了。上次开到人家屋里去了，视频播放量1000万人看呢，你这次开到人家屋里去了有多少人看？你这屁股还得往前往里挪挪，好，要不然屁股给你蹭掉。好家伙，刚停完车赶紧出来看大半挂，果然呢，男的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看这种大玩具啊。你这出来能指挥肯定要帮忙指挥一下的吧。上面的半挂现在很慢啊，慢慢往下走。哇，你这样踩刹车，你待会儿没气儿了，你踩着。开始指挥了那个白车司机。完了，你这样踩的，等会儿真要没气儿了。哇，过得好勉强呀。真的是紧挨着下来了，完了，停住了，果然是没气儿了，他要充会儿气儿了，先停一下，充点气儿再走。等他充一下吧，等他充点气儿再走，要不然走不了了呀。可以控制自己动手机看。哦，动了，把这两个车厢别刮在一起了呀，这个太近了吧。这两个半挂师傅技术都很到位啊，都很厉害啊。这要是这两个车稍微技术不好一点的，这就错不开了。还在充气儿，把红挂往前挪了一步，又挪了一步，可能
他应该是走不了，他应该是挪一下，然后给下来的半挂一些空间吧。好，下来了，这个电动车要退啊。好，卡萨指挥他让他到这个白车前面躲一下。好，过来了。啊，前面有个小皮卡，你在干嘛？小皮卡，你在干嘛？小皮卡往前开。哎呦，这个小皮卡真的是好淡定呐、啊，差点就蹭到他了，然后他丝毫不退。他现在退一下，准备朝着找个角度先走了。你这小班卡胆子太大了，半挂来了你退都不退。好，半挂车倒退一点，然后车头摆一下，然后我们过，不倒的话前面过不去。好，这个角度可以啊，可以下去啊，可以下去啊。前面电动车小白车你们还不动吗？好，都开始退了。都很退了啊，都很好，都退了。好，上去了。卡嫂呢？卡嫂赶紧上车呀。好，半挂走得很慢啊，等卡嫂上车。好，上去了。